你知道这歌让我想起啥吗？那是啥？唐伯虎点秋香。我觉得这歌你可以加一段说唱。不要。啊，不要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可以加那种，加一段现代散文诗。这个歌我觉得它给我感觉特别就在于它这个慢悠悠这个劲儿。那我觉得我们就演唐伯虎点秋香。可以啊。然后该怎么演呢？就是哎，男生一上来先是走两步看一看，哎，看到了这么一个女生，走向前去想要说点什么，鼓起勇气。女生其实早就在看很久了，也知道其实她是来干嘛的。男生不好意思，女生也不好意思，这一下就有那个感觉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都是害羞。对，嗯，可以可以。因为我们合作过很多舞台，我知道她在遇到这样的歌的时候，他会大概怎么去解读它，就会有很多的想法跟点子，所以我就很希望他能多去做输出。我想到了一个很抓马的，一遇到之后女生呀，男生呀，再进。对，可以。呀呀完了之后进就开始说，不唱了就开始说，对吧？也不跳就开始说相声。哎，你说今儿我们吃点啥呢？我觉得有肉就行。那不如晚上再喝点小酒。行啊。哎，得嘞。哎，我发现我每一年遇见他，然后每一年我们在一起搞音乐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崭新的他。他很稳，这次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在惊喜这一次的环节遇上他还挺妙的。